维摩诘所说经，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上次那个附表五有个地方哦，我那个线没有画对，我在这个地方修正一下。附表五当中是广叹，好，这个自他德。那我们原本是广叹自他德当中，我们是分为三科哦，广叹自行、广叹化他、约林果叹德。好，本来分是三科，后来有同学这个举出啊，这个约林果叹德，它不是这个广叹自他德的第三科，它是跟广叹自他德是平行的。好，所以广叹自他德底下这个线呢、啊，连到约林果叹德这个线，把它好去掉。好，那各位知道这个约林果叹德跟广叹自他德，好，这两个是同一层的，它这个科。好，那这个还有同学提出来啊。那这边修正一下，讲义是对，只是我那时候在做这个表的时候看错了。好，那我们接着我们请翻到这个讲义第五面。好，第五面的第一行，安处众宝狮子之座，庇于一切诸来大众。好，那这个还是在讲这个丁一的如来现身。那这个就是说佛陀在无量无边的这个大众当中恭敬围绕当中说法。那佛陀呢就像这个须弥山王这个超出大海之一样，大海之上一样。好，这讲了佛的这个色这个色身了，这个佛说法。那再来和这个譬喻，合譬就是说前面这个须弥山王这个是这个譬喻，然后再合这个譬喻，好，就是佛陀安处众宝狮子之座。那这个众宝就是这个指的是无量无边的这个珍宝。那无量无边的珍宝它这个指的是什么呢？由我们的清净法性所显现出来的万善。好，有这样的一层意思。那狮子之座呢，狮子是这无所畏惧。好，那无所畏惧的这种法座什么呢？就是诸法空为座，法华经所说的这个诸法空为座。所以安住在一切法空当中的狮子座，好，那这一切法空的狮子座当中又能够显现出众宝，等于就是说在诸法空的法性当中能够显现出万善这个众宝。好，那是有这样的这个意思。好，那前面是讲佛陀的这个身像须弥山一样，好，这个身相巍巍，然后在大海之上。那佛的身相高大，然后安坐这个宝座之上。那他这表法就是说这个身相巍巍，我们之前有讲它代表佛的这个大智慧，好，真实的这个大智慧。好，为什么呢？因为须弥山它在大海之上，那代表它这个不着生死，但是隐现在大海之上，好，这个不离生死，好，这个就佛陀这个双遮双照的这个智慧。好，那这个如须弥山这种身相坐在诸法空的这个宝座之上，那也就是说在诸法空的宝座之上显现出实相的妙慧。那实相的妙慧它是依止诸法空为座。佛的身就像佛的身譬喻，这个指的就是这个实相的妙慧。那这个法座呢就是能够显现万善的诸法空。那妙慧一直诸法空，法空显现出实相妙慧。好，所以佛陀坐在这个众宝狮子座上，有这样的这个表法意思在里头。再来，庇于一切诸来大众。好，从表象上来说，佛陀的不管身相也好，威德也好，超过一切的法会大众。那就他这个意义上来说，表法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说佛陀的这个
圆顿节啊，啊，圆满的这个智慧，遮蔽一切大众的虚妄颠倒，啊，使大众都能够入于一佛圣的这个大圣的智慧，啊，大众都是啊，这个各式各样的根基啊，这个藏通别圆啊，不同的根基，但是佛陀的这个智慧能够映照一切众生的心，啊，就是蔽于一切大众，啊，映照一切众生的心。使一切众生最后都能够趋入一佛圣，这样的表法，就是说，在这个序分当中，不管是这个正信序 的部分也好，正信序当中提到这个罗汉啊、菩萨的名字，还有这个天王等等的名字，它有它的表法，这个六成就的正信序，后面的这个发起序也是一样，在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样的人，那么显现什么样的这个相状，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它都是有它的这个声音在里面。在我们一般凡夫的这个肉眼，我们的一般的这个看起来就是佛陀在什么地方，然后在跟谁说法，或者有什么样的这个现象，放光现瑞什么样的现象，但是这个佛陀的一言一行都是有它的表法意义在里面。那这个序分就是说，序分就像一个人的脸，从脸上就可以认识这个人是谁。所以有智慧的菩萨，从佛陀的这个不管正信序、发起序这个序分当中，这个表象，就可以知道佛陀再来要说什么样的大法。所以像智者大师还有一些的古德在解释这个序分的时候，会不辞这个笔墨啊，辛辛苦苦的 啊这个解释这句话，这段文有什么样的表法，就这个道理。刚开始我们在初学的时候，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牵强啊，把这个跟这个实相的义理啊凑在一起啊，那是刚开始因为我们程度不够，我们觉得好像有点牵强，但是慢慢我们学法久了，我们知道原来佛陀的一言一行，然后一切的这个表象，一正二报的表象，都有它的意义的存在，甚深意存在。从这当中可以看到后面的要讲的什么，要讲的内容，它的大意。就像你看到一个人的脸，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是善啊是恶等等，就能够知道了。好，那这个是第一的如来现身，讲这个。佛陀现这个庄严的相，以及他的表法。接着看到第二，长者现盖，宝髻长者子现盖。好，那这当中分为三段，无一名表发之有。好，表发就是这个现盖，现这个宝盖作为表发，作为这个别序啊，或者这部经这个发起的这个缘由。好，我们看到这个文。尔时毗耶利城有长者子，名曰宝髻，与五百长者子俱持七宝盖，来诣佛所。这是第一段，名表法师的第一个与同类和俱往部分，就说在毗耶利城啊，有个长者子，他长者子名字叫宝髻，宝髻长者子，他协同五百长者子。一起持着这个七宝的伞盖来到佛所。好，那他这个七宝伞盖不是说为了像我们遮阳啊，不是，他这个是要为了供佛的。好，五百长者子一起拿七宝盖来供佛。然后就看底下的文，头面礼足各以其盖供养佛。好，以这个头跟面，我们最尊贵的头跟面来顶礼佛陀最卑下的足，这种虔诚恭敬的意思。然后接着奉盖，各以其盖共同供养佛。好，这五百长者子啊，把这个宝盖，然后一起来供养释迦牟尼佛。那这是这个物欲的部分，您表发的缘由。好，这部经发起的缘由。再看物二，如来何盖现瑞。好，那这当中分为两段，即一的何盖。佛之威神令诸宝盖合成一盖，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那这些就像演习一样，这个五百长这只线盖，然后佛的威德力把这个五百个宝盖合成一个超级大的宝盖，那么这个超级大的宝盖能够遍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合盖，第二个正现象。好，而使世界广长之相悉于中现。好，首先讲到第一段现国土，国土当中的第一个国土的广长之相，所谓广跟长，好，它有这个狭义的跟广义的定义。就狭义的来说，好，这个世界啊，这个娑婆世界的，啊，这个娑婆世界还有这个无量变的这个世界，无量变的这个小世界啊，单位的小世界，啊，百亿的无量百亿个无量无边，啊，这个叫广。所谓一个单位时间，一个小时间，就是说这个一个须弥山为中心，然后十大部洲，这个叫一个小时间。有这样有百亿个，好，这么这个在这当中，那这个称为广。好，那长的话呢，就是说到达有顶，有顶就是说这个色界的顶，好，有形，这个有形世间，有形啊，有形象的，有形世间之顶，叫就是这个四禅，好，色界四禅之顶。好，广的话有百亿个，好，这个单位时间。好，那么长的话就数字，然后有顶，那等于就是说，就狭义的来说，狭义的来说就说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好，各位都知道，所谓三千就是一千，乘一千乘一千，好，这么多，等于十的九次方啊，好，这么多个单位时间，这构成一个佛世界，好，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这个是就狭义的来说，就是世间的广长之相。好，然后就广义的来说，这广的话不只是一个娑婆世界，乃至十方世界。那长的话呢，包括不只是怎么到这个，不只是到这个色界顶啊，好，四禅，它长的话是包括四土，凡圣同居土，好，方便有余土，十报无障碍土，乃至长寂光净土，都包括在内。好，所以呢，所谓这个此世界广长思想，续于中现，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地方所说广长思想，它主要指的还是广义的部分，十方世界的广，那么四土的长，就高度啊长，那么都是在这个散盖当中显现。好，这一为无量，无量为一的意思。好，这个是国土的第一个广长之相。第二个呢，国土当中的现实山，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诸须弥山、雪山、木真林陀山、摩诃木真林陀山、香山、宝山、金山、黑山、铁围山、大铁围山，这个是十三。在第三个现大海江河，大海江河川流泉源。第四个现日月天宫，即日月星辰、天宫、龙宫、诸尊神宫，悉现于宝盖中。好，那这个是讲到这个世界的显现。好，三千大千世界的十三、江海大河、这个日月星辰等等的。一个世界的世界，这是好一个是单位世界，就是有这个须弥山乃至大铁围山，这是一个小世界。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好一千一千一千，随着九次方，好这么多个小世界里面的所有的十三海河、日月星辰等等的，都在这个地方显现。好，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伞盖啊，好，这个显现的这个境界多么广大。再来，以上是刚才是讲这个现国土，以下是现佛说法。又有十方诸佛说法，亦现于宝盖中。好，有这个十方诸佛，还有十方诸佛说法。好，这个都在这个宝盖当中啊，这个显现出来。好，我们刚才讲的只是消文，把那个经文的那个文字消文一下。
但是我刚刚讲这个每一个表象都有它的这个意义在里头。我们现在接着是以智者大师的这个大智慧眼来观察这个每一个表象，它所含的这个意义在里头。好，那这个意义当然跟后面的这部经的这个体中用，这个体中用是有直接关系的。好，当然体的话，这些表象呢，它的体都是清净心所现的体。好，我们再往回看这个第六的长者现盖这个地方，我们开始从这边开始讲好了。长者现盖分为三段，第一段微名表发之由。表发之由这个地方就是说有五百长者子，以宝鸡长者子为首的五百长者子共同献宝盖来供养佛。好，这个就是物一的表发的缘由。那这代表什么呢？智者大师解释说，就是以因中慈回向佛国。好，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讲这个地方讲特别讲慈不讲智慧呢？慈悲不讲智慧呢？因为这个伞盖它能够覆盖一切，伞盖覆盖一切就代表这个慈悲心覆盖一切。好，那这个五百长者子他们的这个伞盖本来只是小的伞盖，好，那有五百个小的伞盖，那代表这个小的伞盖代表什么呢？原本他们的这个因中的这种慈，这个慈心呢，那只是以法缘慈为主。好，然后共同来到佛前供养佛，这个就是因回向于佛果，回因向果的意思。将无缘慈回因向果，啊，这个时候就成为圆顿的这个将这个原本的因中的法缘慈回向佛果，那这个时候就成就无缘慈。那以无缘慈，无缘大慈同理搭配无缘慈，他这个就是成就佛果的这个佛果的因，有这个因，他必然会成就佛果的这个佛果的这个三身，成就佛果的三身，必然有正报，必然有异报。所以呢，有这个无缘慈的因，最后必然成就佛果的这个一正二报。那这段它代表是这部经的宗旨啊，不思议啊，这个佛国因果为宗，佛国的因就是无缘慈，佛国的这个果啊，就是这个未来啊必定会成就好的这个依报。好，所以这段有这样的意义，总的来说是这样的意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从经文的里面那个内涵里面来消失它的意义哈。毗耶离城有长者子，这个城代表这个涅槃不生不灭的涅槃城。好，那不生不灭的涅槃城当中有佛。有五百长者子，好，佛陀是果上的人，五百长者子是因地的人，因地的众生。那么这代表什么呢？这个，但是就代表这个因跟果都不离涅槃的这个体，好的，一直涅槃，好所显，好，就是说我们说这部经的宗旨，佛国因果，佛国因果，比如说我们修这个因，就是无缘慈的因。果上 佛的这个净土就是果，那不管是这个无缘慈的因，那这个佛果净土的果，它都不离开涅槃，不生不灭的涅槃所显，代表这个意思。好，那同时呢，这个五百长者子也好，佛陀也好，他们都不是城池，他们只是城池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说这个代表涅槃城，这个就是我们自信的涅槃城，它非因非果，不是，就是说这个城它不是五百长者子，也不是佛，但是它却是五百长者子跟佛的意志，所以代表说涅槃它非因非果，但是却是因跟果的意志，就是因无缘慈，果佛净土，
好，涅槃它不是无缘池，也不是佛果、佛净土，但是它却是无缘池跟佛净土的一致。简单来说啊，这些无缘池也好，佛净土也好，都是由涅槃所显的境界。好，所以这个毗耶利城有长者池，这个有这个层意识在里头。好，你也宝鸡，好，那这个宝鸡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这样体会，就是代表我们自信的哈，这个聚集众宝成为宝鸡。啊，虽然因地他是因地的人，但因地当中也是聚集众宝，所以成为宝鸡。那这五百长者子，这个为什么讲五百不讲六百、七百、八百呢？好，那这个五的话代表五种种性的善根。好，所以五种种性就是这个大圣的习种性、性种性、道种性、圣种性、等觉性。好，就是这个习种性就十住嘛，十住、十行、十会上、十地，等觉。好，到等觉为止。好，当然如果再加佛陀妙觉，那是六种种性的。那这个因地里面就是五种种性。好，那当然这个地方指的是原教的五种种性，因为原教的十住以上就是正的分正涅槃境界。好，所以五种种性。好，那这个五种种性呢，那这个百呢代表每个种性各个有百种的善根。这成五百长者子。好，也就是说他这些长者子都是十住位以上的。好，然后呢这个菩萨这样表法，都是这个十住位的菩萨，然后都证得法性的菩萨。好，那分别有五种种性，从十住到等觉五种种性，然后每个种性具足有百种善根，所以成五百长者子。那这个是这个六种种性的哈，加妙觉，这个六种种性它是出自于《菩萨璎珞经》好里面的，这叫五百长者子，具持七宝盖。这个我们刚讲盖子，这个盖子伞盖，它是覆盖的意思。覆盖就是说，这个长者子他们在面对一切法的时候，都起慈心。好，立法起慈，面对一些境界一切法的时候都起慈心，好，也就是以慈心来覆盖一些众生，这个叫盖伞盖。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这段表法只有他的佛国因果的因，他说的是无缘、是个无缘慈，就是因为这个伞盖代表慈悲的意思，无缘慈的意思。好，那这个七宝的话指的是七菩提分，好，透过七菩提分能够调停直观的力量而升起实相，好，所以这个七宝的意思。好，那来意佛所，这个叫做因，好，这个原因回向这个原果，好，这个回因向果。好，那这个就佛国因果的意思嘛，回因向果，来意佛所。然后陀灭礼足，以这个五百长子长者子最尊贵的头来顶礼佛陀最卑下的这个脚，那这个代表就是以这个原因这个因地的这个智慧与果上的这个智慧相接。好，以最极致的因地的智慧与果智之下相接。好，这个叫陀灭礼足。好，各业乞丐供养佛，供养啊，这个供养有一种资助的意思，比如说别人居士供养我们饮食，那么可以资助我们的舍身，好，让我们舍身能够继续支持安心办道，所以供养有这种资助的意思。那五百长者子是因地的人，然后以这个伞盖供养佛，等于就是这个等于代表什么呢？因地的这个修行可以支撑果上的功德，我们因地里面修无缘池可以支撑，可以成就果上的佛净土，也就是佛国因果，佛国的因
好，可以成就佛国的这个果。那这个就是供养的意思。好，这是第一段明表法之由，它代表的是这部经的这个宗，不是以佛国因果为宗。好，佛国因就是无缘慈，果就是净土。好，那透过本来是这个利一切法，好起慈悲，然后呢回因向果，啊成就无缘慈，然后供养佛，那么这无缘慈它可以成就，可以自助，可以成就果这个佛果。可能各位第一次听了会觉得挺复杂的，我也是看了很久很久吧，看了很久，然后把这大意跟各位讲一下。跟各位讲一下之后，各位回头再看看那个这个文殊的这一段，记名文殊的这一段，然后再多次的主要扣的经文，以先以经文为主，经文里面讲的这个影像，五百强者子来到佛前顶礼供养，供养伞盖，那这个回因向果，那这个佛国因果为宗，这样的行为。就是表现佛国因果为宗。好，再看乌尔，如来何盖现瑞？好，就刚刚讲的，这个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宝盖啊，五百个宝盖聚在一起，好，用神通力聚在一起，成为一个超级大的宝盖。那这个宝盖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它是宝盖遍满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后，所有十方世界的广长之相广。十方世界常四土都在这个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宝盖之内。那它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果地的净土现一切印土，那这个代表就是这部经的用，就是说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伞盖代表果上的净土。那么果上净土呢，里面有含摄十方的这个佛世界，而且还包括四土。那这代表就是说，全时不思议全时折伏摄受之用，在果地净土当中，因为十方佛世界的四土代表诸佛全时折伏摄受的这个用，那十方诸佛全时折伏摄受的用，全部在一个。这个硬化的土在这个覆盖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所表的这个硬化土当中显现，那这个就是这部经的宗，那个用不思议全时折伏摄受，好，在一片佛净土当中，那含摄的无量无边的全时折伏摄受的这个用，好，这个宝盖当中涵盖这个十方诸佛土的四土，就这个意思。好，这个是先总的来知道这个乌尔这一颗它的意义所在是用，这个就是这部经的用了。好，那当中分为两段，几义的合盖，佛之为神令诸宝盖合成一盖，就是说本来是五百个伞盖，好，五百个伞盖有这个代表五种种性的这个修行人，但五种种性的修行人我们刚才讲都是原教的修行人，好，这个层次不同，但是一样都修了原教的因，好，五百伞盖代表五百个五种种性原教的因，如何成一个大的伞盖代表合成一个圆满的果，好，各个修原因就合成一个圆满的佛果，这个就是合盖的意思。然后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好，这个就是这个佛国这个果啊，这个佛国的这个果的这个本体啊，它的五缘慈遍满整个法界，好，这个五缘慈遍满法界，五缘慈遍满法界，它这个地方指的就是地报。好，这个依报世间，好，这个依报遍满整个法界，依报的这个体就是无缘慈遍满整个法界。
好，这个一般的这个佛净土啊，好，在普及经里面讲佛的正报遍满法界，那么在维摩诘经里面，它这个散盖合成一盖啊，它代表说它要讲的是一报，好，无缘慈遍满整个法界。好，那这个是合盖的表法。再来看到极二的，好，这个正现象。那正现象就是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果地的净土啊，能够应现一切的十方的佛土，好，也就是这部经的用，哦，在这个当中显现出来。第一段的这个现国土当中的广长之相，好，我们刚才解释广长，广的话就是十方世界，长的话就是四土，好，十方世界的四土都在这当中显现，这是。这个整个它这个体量来说，它的量来说有这么广。再来呢，现十山，从须弥山、雪山到铁围山、大铁围山，有十座山。好，就是说我们看那个法界案例图啊，好，这个每个小世界中间是须弥山，好，一层层往外的，好，雪山、摩诃弥陀山、摩诃摩诃弥陀山，乃至铁围山、大铁围山，一层层的，有十层。它这个十层代表，这十层代表什么呢？代表众生世间，好，十法界。好，你看前面须弥山就像佛一样，铁围山、大铁围山就像地狱一样，因为这个经典上这个地狱众生呢，在铁围山内啊。那这个十座山就是代表十法界的众生，好，那这个是这个正报的众生。那第三个呢，现大海江河，大海是一个啊，江河啊，三个啊，第四个川流，第五个泉源，这个代表五蕴世间啊，这个十法界每个众生啊都不离开这个五蕴世间，好，色受想行识。第四个呢，现日月天宫，那这个智者大师说，或者是可以表示这个气世间，好，日月星辰啊，天宫龙宫啊等等的，都在这个当中。好，所以总的来说，这个依报的这个依报的世间，好，还有这个众生世间、五蕴世间、气世间，好，第一个广长之相就是个依报世间嘛。第二个十三就众生世间，好，第三个五蕴。好，五蕴也是属于众生世间。那第四个，日月星辰，这是气世间，这个是依报的。好，等于这个这些包含了一切的一正二报。好，那但是就是这些总的来说，就是佛国的叫做依报世间。好，这个依报世间当中有这些有这样的这个境界，还有这个众生。好的，依报世间。好，那这是第一段现国土，再看 B 啊，现佛说法。好，这个十方诸佛，诸佛说法，亦现于宝盖中。好，那在这个散盖当中，有十方佛土，十方佛土当中的诸佛，还有诸佛说法，在宝盖当中显现。那这个就是第二段悟二的如来合盖现瑞，好，代表这部经的全时折伏摄受之用。好，用就是说这个遍满三千大千世界这个超级大散盖啊，在这个大散盖当中含摄十方诸佛的四土，那十方诸佛的四土就含摄一些全时折伏摄受的这个的妙用，所以也就是说，未来成就，哦，众生啊，透过这个佛国因修行成就佛国果之后，成就佛国果所成就的这个佛国的土的这个果的当中，一定会具足全时折伏摄受的这个用。好，那这个就是这部经的宗。
再看第三呢，戊山大众睹瑞欢喜。好，就是有智慧的这个菩萨看到这个佛国这个宗旨，不是佛国因果的这个宗，就是五百长的子供养宝盖，这个是代表不是佛国因果的宗。佛陀将这个宝盖揉合成一个这个大伞盖，一个大伞盖当中现十方佛土，好，那这个代表这个不是以全时折伏摄受的这个用。好，那看到这个佛国因果的宗，全时折伏摄受的用，那个有大智慧的菩萨就知道佛陀要说大法，好，这个佛国因果的这个大法，那听闻之后必定可以得到大的利益，因此睹瑞欢喜。好像我们如果是我们凡夫众生，我们看到欢喜是因为这个境界太了不起了，欢喜。那这个地方的菩萨的欢喜是因为他知道佛陀要说大法了，所以内心欢喜。我看到这个文，尔时一切大众睹佛神力，叹未曾有，合掌礼佛，瞻仰尊严，目不沾舌。好，看到佛的神通力所现的这个伞盖，叹未曾有，这样的这个合盖现瑞啊，这个境界是过去所没有的，所以深夜的供养就是合掌礼佛，合掌然后顶礼佛陀，然后一夜的供养就是瞻仰尊严，口业供养是叹未曾有，口业赞叹，那深夜的合掌礼拜，一夜的就是瞻仰尊严，以这种欢喜心、虔诚心来瞻仰佛陀，因为知道这个时候佛陀要讲。不是以佛国因果的这个宗旨，那么一直这样修行，就可以得到三业清净，称口业三业的清净，跟实相相应的清净，那是佛国的因。那修佛国的因，就可以得到佛国的果。佛国的果就是后面所说的三轮不思议化，身口意三轮不可思议的神通这个说法等等的变化。那这个就是佛国的用，也就是欢喜的，就是说从这当中可以得到佛国的修，可以得到佛国的因，还有佛国的用，在用上全是这无所受。好，所以因此以三业来欢喜供养。好，那以上的就是这个丁的人，长者现盖。那这个丁一丁二都是属于这个丙一的发起序的部分。好，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请此地。